工作人员介绍，这边山顶的话是已经低至-6度了，就一路上就很多那种冰挂啊，还有地上也结冰了，还有很多游客啊，头发也挂满了冰挂。视频中的小姐姐是我同校的一个师妹，然后我问我师妹这个头发重不重，她说可能有8斤重了。